天的烦恼，今天想开了吗？喜欢的人，他们留在心底，还是依在我身旁？每天离开了家，再回去时，有没有新的挣扎？一万个问题里，什么是最简单的回答？有过的心愿，如今是现实还是幻想？成长后来是礼物，或只是美丽的包装？记忆中的青春，梦里人像剩下的扶桑。亲爱的，你想念我吗？亲爱的，你想念自己吗？最好的时光出现了吗？有人曾爱过你，你有过怀疑否任何伪装的伤，而你爱过了啊，所有梦寐。